不是换这白裙子怎么整？每次让我做 S 蹲都要换一套衣服，欢迎我九哥哥。还是说云太来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就别弄了，一会儿再买一条吧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他说我的裙子坏了，让你再买一条，别弄了。哦，刚才那个是明哥啊。再说隐退哥来嘛，我去，啊，隐退你真玩，为啥你不让白白带字，你让我要带字啊？来吧，那行。好黑哈，我放一首歌，多少个？多少个？他们说40，你退哥哥好像是说41个吧。那行，放了放了。还好这裙子还可以摆。今夜月光甚好，带我出去寻觅一番。云天哥哥来嘛！我去，不带说话好吗？好尴尬。云天哥哥来吗？你帮我数一下哈，白白，我要说话我就数不了。你听哥哥来呀，不是他让我说的，你看嘛，九哥哥说我了。你听哥哥来呀。去了，我受不下，我做一个我都受不了。来呀，银锭哥哥！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裙子。加吗？林东哥哥来呀！嗯，别一会儿再谢了是吗？等我单练个音吧。林东哥哥来嘛！拜拜。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数啊。这位姑娘，18，你19，20，
25，26，27。我不在这了啊，等一下完了就是。多少30了哈。嗯。这个比左下蹲还累其实。再最后来一个诱惑的什么34 36 37 38 39 40 41，到了啦，到了啦，最后一个声音诱惑的，没被说到了，他说的。已经完了哈，嗯，我估计这个估计撸出来了，啥？哪个？哎，九哥哥你在说啥？最后两个诱惑点呢？我估计尹哥哥最后两个诱惑点完了，尹哥哥快，估计就该撸出来了。不是我要说什么了？他在上班怎么那个？他在上班，怎么就不能录啊？还是说了刚才那个是吧？我开那个唱歌声音吧，这个声音要那个一点。哥哥来嘛，是这样吗？我去，还有一个呢哈，还有一个。来嘛，银天哥哥，他在洗手间啊，洗手干嘛呢？捡手吗？手掉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